平，请问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？佩佩。对了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佩佩猪和复活节彩虹的故事。你好，我是佩佩，你要跟我一起去找彩蛋吗？好啦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喽！佩佩猪的复活节彩虹。小小咪，提篮准备好了没有？要去找彩蛋哦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你看。佩佩猪要准备提篮，我先要做 Easter 派，我要做一个复活节派，好吧？那你边做复活节派，我们边听故事。佩佩猪和复活节彩虹，佩佩呢和乔治他们两个要去干嘛？要去找彩蛋哦，复活节的彩蛋，哪边有彩蛋呢？我们去看看。做复活节蛋糕。复活节蛋糕，佩佩说。我要找很多很多的彩蛋，每一种颜色都要有哦。乔治找到了第一颗彩蛋，在哪里？小小咪有没有看到？在什么地方？在树上。在树上，答对了，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。红色的彩蛋呢？乔治好厉害哦。然后呢，佩佩找到了下一颗彩蛋，你看，乔治，橘色，是橘色的，在哪里？在花盆里，在花盆里，怎么会跑到花盆里面去了？然后呢，妈咪猪和爸比猪也来参加找彩蛋的活动哦。妈咪猪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彩蛋，是她最喜欢的颜色，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，对了，藏在这个豌豆荚的下面。那爸比猪呢，四处寻找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他说：“我知道这附近有个彩蛋，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可以告诉爸比猪吗？”在这里，这找到了。还有这是什么啊？小青蛙吗？好笑。对呀、啊，是绿色的彩蛋哦。我们已经找到红橙黄绿了，接下来有好高的这个草丛哦。佩佩说：“真好玩。”他和乔治呢要去找更多的彩蛋，可是草好高哦，怎么办呢？爸爸就说：“不要担心，我来割草。”嗡嗡嗡，爸爸猪拿出了他的割草机，他就推着割草机，嗡嗡嗡，把草全部都割掉了。哐！天哪！爸比猪的割草机居然坏掉了，爸比猪说：“也许我可以把它修好。”妈咪猪说：“我觉得我们需要人帮忙耶，怎么办呢？割草机坏掉了。”哦，是谁来了？这是谁？爷爷猪来了！爷爷猪开了一台超级大的割草机，他要帮那个佩佩猪家他们割草。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呜呜呜！啊，太好了，都割完了。现在佩佩和乔治可以继续找彩蛋了。哦，乔治找到什么颜色的彩蛋？蓝色。那佩佩呢？紫色。对，紫和靛，对不对？两个看起来都像是紫色，紫色和靛色啊。所以现在找到了好多彩蛋哦，佩佩、乔治、妈咪猪和爸比猪，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么多的彩蛋，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对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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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下雨了，天哪！不过很快就放晴了，也太快了吧。所以雨过天晴以后呢，真是个好天气哦，对不对？妈咪说什么？妈咪说，你知道下完雨出太阳之后会有什么出现吗 ？Rainbow。没错，就是 Rainbow 彩虹。小小咪跟佩佩猪都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彩虹。大家都抬头看，哇，好漂亮的彩虹，跨越天际耶！橙、黄。绿、蓝、靛、紫，没错。乔治也好兴奋哦，看到七彩的彩虹耶！啊，可是你知道彩虹的那个末端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彩虹的末端会有什么吗？
佩佩猪说：“宝藏，我们去找吧。”佩佩猪好高兴哦，他跟他的家人呢，开着车去寻找彩虹的源头了。上坡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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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；下坡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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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。到了没有啊？哇，到了彩虹的源头了。佩佩猪看了看彩虹，然后他又看了看他的彩蛋。你看，他发现他的彩蛋跟彩虹的颜色是一致的耶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七彩的彩虹配上七彩的彩蛋哦。佩佩猪做了七彩彩蛋，他找到了，你看都在这里。爸比猪说：“哦，你看，宝藏就在那里。”是什么啊？大家都好开心哦，赶快往宝藏那里跑去。是什么啊？就是超级大的泥滩啦！跳吧跳吧，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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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开心哦！这就是佩佩猪的一身都是，跳的一身都是啊，对啊，这就是佩佩猪的复活节彩虹里。